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诵念声响彻整个板桥净思堂。土耳其叙利亚两国发生强震，300多位慈济志工齐聚礼拜普门品，为远方灾民送上虔诚祝福。台湾最美的风景在哪里？就是在人，在人的心，在人的善，在人的这份的善念，这份爱，几万里以外的我们也能够有付出这样子的机会，祝福他们。除了无形的祝福，志工也奉献爱心，竹筒里倒出来的都将化为受灾民众重建家园的力量。希望这样的一份力量可以达到土耳其，他们能够早日走出这样的一个伤痛，然后呢，期待他们的家园能够早日的建立起来。同样一份共善的大爱，在双河联络处北二区举办人文真善美进阶课程研习，志工们也发挥爱心，乐捐善款。看到这个土耳其这种惨况有没有？大家就是发挥我们那个爱心，然后可以帮助，就是帮助那个受害者，然后可以在哪重建家园这样子。因为来参加今天的课程，然后让我有机会付出我自己的一些爱心，然后把爱送到土耳其去，可以尽快让土耳其度过这样子的一个苦难。这样，志工们的举动是善能量的共振，更是抛砖引玉，期待更多人响应，帮助土叙两国地震灾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北报道。